联盟最强彩蛋，奥恩一技能带护盾，狗熊大招居然能击飞，什么是手游啊？啊，那没事了。要说端月狗熊，其实也有一个隐藏彩蛋。你对熊有什么意见吗，老头？当时光和狗熊处于敌对双方，并且二者距离在800码以内时，就会触发彩蛋。狗熊护甲加一，时光法强加一。很多玩家表示疑惑，这时光又不是奥恩，俩人背景故事里貌似没啥交集吧？哎，确实在背景上，狗熊和时光没有任何关系。但老玩家都知道，老板沃利贝尔和基兰分别位于两方阵营时，狗熊就会获得 buff， 时光老人憎恨者，同时基兰会获得装甲熊憎恨者。狗熊击杀基兰会额外获得11金币，基兰击杀狗熊则额外获得10金币。二者的孽缘其实来自于设计师内部，拳头首席设计师汤姆基兰卡德威尔十分瞧不起狗熊这个英雄，而他本人正是基兰的设计师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狗熊的设计师就和他非常不对付。至于其他设计师，那完全是一帮乐子人，看热闹啊，不嫌事大，把二者的矛盾做成了彩蛋，加入到游戏中。在狗熊重做后，彩蛋也重做了，没有原来憎恨者那么重的火药味，而是把这个有趣的故事保留在了一点法强和一点护甲之中。